年假，台北市园民会举办园乐好事，移师到大安森林公园捷运站阳光大厅，手工艺、农特产、美食等原乡好物，吸引住附近或搭乘捷运民众驻足选购。我买了两盒综合马吉，因为之前好像在士林有买过嘛，对，然后觉得想再吃吃看，就来买这样。我觉得蛮不错的啊，就空间利用嘛，对啊，啊这边这个环境看起来也还不错啊。来，而且又有冷气吹。我会买麻吉，还有那个梨山的那个芭乐，因为这个梨山的芭乐很少。我们这次带来的果酱有百香凤梨、马告凤梨，然后葡萄柚果泥，然后柠檬果泥。那我们的那个食材主要都来自台东。那我现在这次的这个百香凤梨呢，就是还是台东太原我的表阿姨种的百香果，那凤梨是那个鹿野的凤梨。除了农特产美食，还有来自马太安设计师手绘设计 T-shirt， 每一件笔触不同，图案色调也独一无二。因为他们一直以为是印刷品，可是不是，因为我这是纯粹就是用手工画的，而且我是用细笔的去描绘，然后慢慢去加色，就是一笔一笔的上，所以它很费时间，所以大概 一件衣服大概要画个5到3天的时间。园乐好事在大安森林公园捷运站举办到4号周日晚间8点，陪伴民众度过中秋连假。原视新闻朱谷、徐嘉荣台北市采访报道。